这幅画呢，昨晚上画完了。它这个像这个红色的这个鼻子部位呢，我用的是这个纯玫红，我买的是纯玫红。哦，对了，我那个颜色呀，我一般习惯用这个丙烯。然后呢，这次要来美国嘛，我查了半天，有人说丙烯是易燃物，我不知道，到最后搜索了半天，也没搞清楚它到底飞机上让不让带丙烯。我是为了别造成麻烦，所以我就最后家里正好有好多那个国画颜料，我就带了国画颜料来的，整个这次没带丙烯。用的纸呢是卡纸，厚的卡纸，厚卡纸。然后呢，尺寸呢我都没量，大概有1.23米的或者1.1米，然后大概宽度50多吧。哎，然后呢，然后再说回这个颜色，这个部分呢颜色我就是用的是那个。纯的玫红的国画的玫红颜色还真有，否则我还得自己调。然后呢，我加了一点点黑，然后我这不故意用的绿纸嘛，然后我就往上怼，让它剩一点绿色，不都占满了它。我戴上胶皮手套往上怼。然后呢，这幅画我是先铅笔打底稿嘛，然后白色我先来一遍这个白线，然后呢往上怼，怼完以后白的盖的差不多，但隐隐能看到。然后我其实就想要这效果，不想要特别明确的白线。然后我又加怼完这个玫红黑玫红以后，我就把这白线又描了描。然后你看像这边的红色呢，不同的部位呢，我就是在那个玫红的基础上，我加了点这个朱砂。这都是国画颜料里有的朱砂，然后和朱标，然后就加一点呢，它就跟这个鼻子部位不一样了。然后呢，这你像这个，还有一个你像这个颧骨的这个位置呢，我用的是先打底稿的时候就先画了红。细线，然后还用灰线把它描一下。这样的话我就怼完了这些红颜色以后呢，它这个细线还在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然后包括这个眼角的皱纹也有点细线，眼睫毛。然后呢，这个细线的这个部分呢，我是细白线吧，细白线的部分，我是说想表达的就是，它是一种能量的这种流动。这幅画本身，你看它都是我都是用，除了这个是头发，我用的是工笔画那个细笔，但是呢，我是把它把那个毛最细的那个毛尖剪掉一半，我用根部画的，因为我就想要这种。不是很整齐的那种笔触，因为上几幅画都有网友跟我说你这个画太工整了，所以呢这次呢我就故意想怎么样搞到它不工整，不那么整整齐齐的。其实我这次刻刀什么全满拿来了，我本来又想做成这个擦色版画的，因为我这纸买的也是非常厚的卡纸。我要在上面刻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我都画完打完草稿了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心目中的效果就是现在的效果。如果我要是刻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再把画颜色弄上去的话，就以我的刻工，我刻3年可能都刻出来还没有现在这个效果，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擦色版画。也许吧，也许以后我再试试看。也许就不是了，因为这个效果就是我想要的。再一弄成擦色版画，又是很工整的那种效果。
再说回这白线，白线呢，你看我就是想中间这个几张脸也是白色的，有白色、灰色的，有白色，就是说我是想表达一种能量的这种扩散、发散和这个流动，这都属于赛斯哲学里面的一些理念吧，就是人是富含能量的，而且是不是完全在身体内的，它的能量是扩散的。所以说你看这个，我照到现在路过时候想起来了，这个奶奶的一些白头发，画一点白头发。然后呢，这些她脸部的这个白线比我小时候多，我小时候脸白线就是这个，是吧？这一表达这是小孩儿嘛，然后皮肤比较细，没那么多线，怕线多了怕造成有皱纹感。然后奶奶这就可以表达了，用白线来表达，充分表达我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能量的流动啊、颤动啊。然后，哎，是这个意思，感到他这白线跟我是有交流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我这个脸部为什么我要用怼上去呢？根本没用笔。脸部的这个颜色，我是完全戴着胶皮手套，我是怼上去的。这个是刚讲了这个玫红加另外几种红色，像我这边这个，我小时候这个整个这个，就这个部分，就是这种绿色部分，我就是这个祖母绿，它还称是浅祖母绿，这个好像不是国画颜色，说是水彩，他说是浅祖母绿，我听说浅祖母绿好已经很深了，然后加点这个桃胶水。直接往上怼，直接往上怼，那这稍微多放一点，这就深了。但是不是我故意深的，原来想跟下边一样，后来我一看也不错，也可以。然后这边怼的是灰色嘛，这边完全是怼白色了。实际上这幅画就是这些头发是这个用笔，就刚才我说剪掉的那种笔，这边也是，现在我就说这头发吧，就是这幅画头发是我最花时间的，最花时间的。其实我在设计这些头发的时候，不是乱画的。我想懂画的人会能看出来，我这是有我自己的逻辑的，不是胡乱画的。这些怎么说呢？线条吧，你可以认，实际上你可以很随意的组合的话，都是一张脸。你会发现，它可以组合成一张脸，对吧？一张脸，是吧？一张脸。包括我小时候这个，是吧？一张脸，像这个，是吧？这个我就是故意组合成这样的脸。啊，这边，所以说呢，这头发是我最下功夫的部分，所以这张画是8月25号，二十几号我忘了，25号左右吧，开始的，然后去年啊，然后那个，我还想呢，我说10月初来美国之前应该能画完了，可是没想到呢，就是根本就不可能，因为很多事儿没有时间画。然后到了美国这边也更忙，然后就是真的是超时间、挤时间才能画完，才能画完。我就打了一个底稿，我在想想我现在该说什么了。对，还有，就是这个，像这个，其实这个，除了这个婴儿，就其实也不是婴儿那，我也是怼了2遍的，1遍半吧，反正就是，先手套，然后又拿粗的刷子又怼了一下，但是尤其是这个奶奶的这个头发部分，实际上我是先铅笔，然后再拿这个色彩的笔先画的黑笔，先画完以后才怼这个绿的部分，怼这一部分。我实际上我没想到，我这颜色给调深了，比我那边要深，比这个。我小时候这边深，就是对桃胶的时候，可能是祖母绿放多了，桃胶放少了，然后我发现就把我原来画那黑色全部都盖着，就不说全部盖，就是很不显眼了，
黑色这画的就是用头，这个头不是我的重点吗？太不显眼了，这个祖母绿太扎眼了，所以我又等怼完这个祖母绿以后，我又重新来一遍，所以说现在看到的这个黑色还比较算是比较能看出是头发吧，是吧？要不然那就根本就看不出来了，所以这就是两遍的，这都是画两遍的，包括眼睛画两遍，然后再说这个金色，金色呢，这个在我这儿呢我也说了，在微博里也说了，前两天，我觉得我拿它当的是一种光。哎，一种能量吧，一种光，是吧？所以在奶奶的头发上、眼睛这儿，还有我小时候的这些头发上、眼睛都画了，都有金色，而且金色呢，我是有一点方向性的，来自右方，这光线来自右方，但是这儿的光线有点乱，我是因为我这儿故意的要让头发浅一点，因为这是一个婴儿的。1岁左右的婴儿，因为我是一岁左右跟奶奶在北京那种四合院里生活过，然后我看我跟她的合影，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有一张照片，我喜欢小时候我的那个样子，因为我小时候很丑，但是我就那张照片非常喜欢，然后可我对那个四合院的生活已经没有印象了，所以越是没印象越有向往嘛，所以就画的那个年龄。所以婴儿的时候，头发应该不是很多，所以这个我也故意的把这个头发设计的少一点，表达他是个婴儿。然后这边就是少年的我，几张脸表达少年的我，然后这是长成人以后的成年的我，当然也是好多张脸组成的。我奶奶是在我13岁的时候，76年地震的时候，这个她回四川了。我跟他那是最后一面，我们家门口的公共汽车站，他提一个小皮箱走了，那是最后一面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我奶奶这个头发里面，都是人脸，抽象的一种人脸，你自己可以去想象。然后还有说这耳朵，这耳朵呢，我是故意留怼红，对，就是。故意留出一块绿色来，它原来是绿纸嘛，然后我在上面怼一点这个祖母绿和桃胶，怼完以后呢，我就开始怼这红色嘛，然后怼这红色的时候呢，当时正在听这个叶森，他是叫叶森吧，那男孩子还有小韩寒，他们两个在弹吉他，唱这个《一生所爱》。我是那个，就是把电脑那个平板的那个音乐打开，就是它就是随便它随意播，没想到碰到这首歌，然后就是乍一听他们这歌就特别感动，因为粤语的这首歌呢，它就是特别的有深度，比那普通话的有深度，它并不是一个仅限于男女之爱的那种，它对死亡是有思考的，所以说呢，我就。听着这个歌，在画着，在这怼这耳朵这儿呢，就是走神了，咚咚，怼了2下，这个就这个部位。其实这部位我原来不想，我想的是还都是绿的，在这儿怼上去了。怼上去以后，我就说那回头再说，这个没很难改，这无法更正，因为要的都是这种自然的这种状态，你说你怎么改呢？对吧？这个还有个人脸似的，向左侧看，像北京猿人似的，这个中间这个。然后呢，我就不管他了。不管他以后，我就说，可是过来一两天再看，我觉得挺自然的，这样挺好。你说整整齐齐留一个耳朵那样的轮廓的话，未必有这好看。然后我通过这件事儿呢，我就觉得就想到了整个这幅画。这幅画那天晚上画完的，昨天晚上画完的，画完以后，我躺下又。重新这次故意的去点了一下这个叶森他们唱的这个《一生所爱》，就自己都有点感动啊。看这幅画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起步的时候，这幅画我是想怀念我和我奶奶，可是呢，等完全画完以后，我发现呢，
在听这个一生所爱，我其实我这幅画也可以算作是我以这样的神情，这样的眼神，这样的姿态，在向我所有的母性祖先致敬。比如说我妈妈，我外婆，我妈妈的外婆，我外婆的外婆，我奶奶的外婆，我奶奶的外婆的外婆，我奶奶的妈妈，我外婆的妈妈，是吧？一直到源头，我觉得我这幅画，我想也想表达这个意思，想表达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到了说到这儿呢，我就还想表达上天，表达对上天、对上苍的感谢，感谢他们赐予我这幅画的造型。感谢，真的感谢。我觉得，他们看中我，给予我这种造型，我是很有福气的人，我很有福气，非常感谢上苍，感谢那个肉眼看不到的伟大的能量，伟大的力量。然后呢，我也希望呢继续得到这个伟大的力量，还有我所有的这些祖先，母性的、男性的，他们的祝福，我也祝福他们。以赛斯的理论呢，他们都在，他们绝对都在，在别的次元里。我也希望他们呢祝福我和与我一起看这张画的，在视频里看这张画的朋友们。